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虽然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，纸币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有所下降，但人民币长什么样子，恐怕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来。不过虽说天天在用钱，可你有没有发现，除了防伪标识以外，人民币上竟然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不就有眼尖的网友对照老版师徒四人剧照，在第五套人民币50元版的暗文中发现了西游记师徒四人的 Q 版脸谱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去掉无关的线条，脸谱就出来了。只见在竖起来的中国人民银行人字一侧，有一个图案十分神似、戴着僧帽的唐僧，头戴佛冠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两耳下垂，嘴还半张着，在人民两字中间，网友描出了孙悟空的图案。古灵精怪的孙悟空，尖嘴猴腮，眼神闪烁，尤其头顶冠上伸出的羽毛，简直就是克隆六小龄童当年的造型。不过要说最像的，当属猪八戒了，两只张风耳，小眼聚光，颇具规模的猪鼻子等招牌五官都很传神。沙僧的头像要难找些，在一个角落，没几个菱形方块构成了沙僧45度斜角的脸，头饰、五官、胡须一应俱全。对于这一惊人发现，有网友表示：“人才啊，真会找。”还有网友直言：“人民币，你还有多少小秘密？”甚至有网友表示要回家仔细研究一下，说不定会发现三国英雄、梁山好汉、贾宝玉、林黛玉等人物。不过专家表示，人民币的设计图往往要经过层层审核才能通过，不可能采用唐僧师徒头像作为设计元素，如此玄机实在太过娱乐性。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